什么歌？这首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曲，但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首歌，是因为它叫《第几个一百天》，太重要的一首歌了，《第几个一百天》。心烧成火焰，让怕黑的你拥着温暖入眠。我晓得时间如雪，有时候会覆盖一切，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一百天有感觉，用眼睛去速表你内心的世界。第几个一百天，也像刚热恋，两个人守一天，连命运都改变。曾有的敏感脆弱，在我的胸。滚过多少一百天，也像刚热恋，两个人守一天，连命运都改变。到时候变心念，连泪水都很甜。Facebook 很多人喊 uncle， 我怕他听不到，我帮大家喊。谢谢。开什么玩笑 ，uncle 都是要在3月26号，就是在3月26号。好吧，好吧。对不对？嗯，不过真的是很意犹未尽哎。嗯，谢谢。你一定不太觉得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过了。真的哦，现在啊，快12点了。对啊，你真的不觉得？所以我告诉你哦。3月26号也可能是会这种状况哦，是哦，因为你唱着唱着呢，结果有超过1小时要罚钱吗？没有吧？啊、没有这个规定吧？对啊，结果唱着唱着呢，突然2小时了，所以奇怪，不是说1小时吗？怎么变2小时了？对不对？很有可能会这样子。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是玩音乐的一个乐趣，一个。沉浸在里面，你沉醉在这个音乐当中，是，你就是我就是就非常的。好像就是在分享生活，是分享这个整个过去，整个一百天，跟接下来要面对的很多新挑战。嗯、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很多话都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透过音乐其实就可以，就可以有这种默契。话不需要太多，对对对，就已经很有感觉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林俊杰很幸运，就是你有这么棒的音乐才华，你有这么棒的嗓音，然后你有这么爱你的人，有这么多爱你的朋友。对啊，而且你可以创作出这么好的歌，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啊，然后让他们在你的音乐世界里面找到共鸣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幸运的事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谢谢。所以低潮过去了，现在阳光好日子一天又一天来，对，现在在音乐当中非常的幸福，非常幸福，对对对，加油咯。谢谢，谢谢。3月26号别忘了林俊杰的音乐 party， 在这个华山艺文中心，华山艺文中心，然后是在晚上的几点钟呢？晚上的，8点。晚上几点啊？晚上八点。晚上八点钟，对不对？晚上八点钟。而且3月26是
我生日的前一天。生日的前一天，对，27号就是我生日了。各位，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唱到12点，生日快乐！唱到十二点之后呢，蛋糕都飞出来了，是不行啦，是有限制啦，不好意思，是有限制，是有限制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年都有不同的一个成长，每年都有不同的开心的，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分享，对不对？4月3号也别忘了，在春浪，在屏东，对不对？OK， 加油咯，林俊杰，谢谢，谢谢阿火老师，谢谢你们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谢啦，谢谢，OK， 拜拜，拜。